上山时间，这个转到气象关系的节目现场。礼拜的全球新闻短片，继续利用十分钟的时间，带头来查找天下台些事情。美军款邀请到外海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府省高手为大家来做评析。先生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这礼拜头一条新闻，先来关注个西里哈东东托发生了小块个白血峰会。伊个立场呢，一向系对立个中俄个立场系更来更强个哦。先生，系用上来观察哦。廿八日发生顿召开个白约啊，七十五周年个纪念大会，同时咪系两袖峰会啊。那拜登总统啊，佮利用廿只机会呢，来展现个国际个领导个能力，同时呢，佮采取挺强硬个一只态度来对付俄罗斯同对付中国啊。所以呢，在廿八日白约峰会个个联合声明底部啊，特别强调几点。那第一点就是为继续支持让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的侵略啊，同时呢，表示也来支持啊，会越来越强啊。那第二点就是对中国啦，也摆联合声明发表挺强硬的一个态度，是表示讲那俄乌战争啊，那中国厉害一个 decisive enabler， 所以也有决定性的一个助推者啊。所以呢，佢警告中國呢，如果講繼續嚟支持俄羅斯嘅國防工業基礎，嚟幫助俄羅斯對付烏克蘭，同時威脅歐洲嘅安全嘅話，那幾個北約嘅國家同會聯合印太地區嘅國家，強下嚟對付那中國嘅一隻做法。所以呢，係喺廿八北約峰會嘅聯合聲明啊，特別點名啊，堅持中國啊，也係挺特別嘅地方。同時呢，也擺在北約峰會啊，挺特別的點出嚟講啊，要建立也所謂的歐洲印太一盤棋的大戰略，也歐洲印太一盤棋的大戰略啦，就係 NATO plus IP4， 就 Indo-Pacific 嘅有四個國家，也包括歐洲紐西蘭日本同南韓。那拜登總統也係特別強調，佢同也北約嘅秘書長斯特登伯格強下呢表示講，如果北約嘅三十二個國家加上印太地区的四大主要国家，也 GDP 就占全世界的差不多60%以上。如果讲中国鸦片呢继续支持俄罗斯来对付乌克兰，同时呢威胁到欧洲的安全的话，也三十二个北约的国家加上印太地区的四大国家的 GDP 呢，是做的友好来制裁那中国的经济，也对表示呢要让中国付出清台代价，所以呢要求中国鸦片而停止对在政治上同军事上还有物质上的支援，对苏联的俄罗斯的支援。同时呢，但是你们注意到呢，你要多数的北约国家开始担心讲，如果适应的总统大选拜登某先夺一方，由川普来先夺美国的总统，会对北约采取新的政策。所以呢，你要多数的北约国家要开始有两手的准备啊，这点你大家继续来观察。其实我关心的是联合荷兰的 ASML 的强调讲啊，也每种晶片正强化为大几啊十年哦，总不要你讲咯，先生，很有想看看咯。也系挺重要一只提醒哈，因为呢，荷兰的 ASML 是专门制造高阶晶片的，也系制造生产的设备的一只挺重要一只公司啊。佢呢厉害替代客户系喺你中华民国台湾的台积电。同时呢，你韩国的省上同中国大陆的公司啊，但是呢，因为呢，美中之间的科技战啊，越来越打越来越凶啊，因为呢，也说白，所以呢，也阿斯摩的前任呢执行长啊，佢特别表示讲，其实呢，美中之间的科技战啊，是一只地缘战略竞争一只挺重要一只新的趋势，也代表讲美国同中国啊竞争也全世界尤其的地区性的两头的 TV， 所以呢，也在地缘政治的竞争啊，唔会停咧。那科技战是挺重要一个部分。那科技战里面代表讲，如果美国继续来控制也高阶高科技的技术，就生产的设备的话，那中国也变成没办法获得也的高科技的能力来发展也新的军事能量，来创造也国家安全的能量，同时威胁到美国还有美国的盟国友邦的一个国家安全。所以啊，整体来看呢，那对ASML 一个
芯片的限制同科技战呢，其实呢要反映出也是美中之间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战略的竞争。所以也是地缘政治战略竞争呢尤其是展现出也意识形态的一个竞争。也意识形态就代表民主体制对抗专制体制的一个新的竞争的态势。所以呢，奥斯摩也前年的执行长以特别表示讲，虽然讲美国限制。也荷蘭的奧斯摩對中國態度賣出也生產高階晶片的一隻設備呢來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的發展，但是呢也奧斯摩幾也自行中幾面特別提醒，如果西方世界全面來封鎖中國態度發展也高科技，讓中國態度其實自主性的來發展自家的高科技的能量的話，海外中國態度如果發展起來的話，古月中國態度安泰市場西方世界是沒有機會來參加的，那對西方世界沒侵泰損失。但是呢，也以什麼時候會到達呢你看沒太大沒辦法。同時呢，奧斯摩也執行長幾面特別提醒中國態度要發展也新前進的高科技，尤其是晶片的高科技呢，沒沒按簡單做得達成的任務的。各位关心的条新闻是印度总理莫迪呢，是头两三时间来访问俄罗斯哦。现在是用看了印度同俄罗斯的关系咯。印度的总理莫迪佮连任之后佮莫去哈萨克参加呀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但是呢，佮在七月八号就到莫斯科去同这个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两下会谈。也非常呢签署青岛双方合作的一个项目，同时呢最重要一点是双方达成一个在核能也发展的能源合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协议，让俄罗斯呢来帮助印度来兴建也绿色的也核能的一个发电的基础来帮助印度来发展也电力，来支持未来印度的发展界人工智慧产业的需要大量的电力是也新的需要。所以呢，那印度同俄罗斯也很能的合作引起全世界的一个关心，同时咪强调，那印度同俄罗斯之间呢战略伙伴关系咪越来越深入同时呢，你咪注意到呢，也拜印度的总理莫迪啦，也特别同普京总统强调，那俄罗斯同印度系也有历史性的友谊的关系，同时呢也战略伙伴关系呢，包括军事装备的一个支持，那俄罗斯。一重在就是印度替代军事装备的支持的国家，同时呢，双方之间印度咪大量同俄罗斯买也能源来解决那俄罗斯嘅能源冇地方买嘅一种新的问题所以呢，印度对印度来讲咧系很重要一只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呢，那亚伯莫提咪佢亦咪同普京特别强调。最近中国同印度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坏同时呢有恶化一个趋势，所以从亚点来看呢也变成讲希望讲来弄个印度来抵挡的来自中国的一个压力。所以同时呢，你们注意到印度、中国、俄罗斯三个国家全部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会员，同时咩金砖峰国家金砖组织国家的一个会员，所以呀，三个国家呢，恐吓呢全部是竞争也全球南方的两头的 TV 所以呢，呀，三个国家既有竞争又有合作，对于美国同日本来讲呢，呀，美国同日本要争取。印度来参加也四方安全对话一个架构，同时呢，美国同欧盟呢，咪来争取印度来参加也印度、中东同欧洲经济交流的新的一个计划。所以也就新的计划呢，让印度呢，也就全世界天台一个经济体也 TV 呢越来越重要。今日来看，你看历史态势和发展到前年，是在1971年该前年初九。美国国务卿桂新杰呢，系前访问中国同周恩来见面哦。其实呢件事情为未来应该世界嘅 Q 带来呢条影响呢？呀，这件事情呢，全世界的态势在1971年呢，那尼克森总统他就指示呀，当时的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逼迫执行呀，
马可波罗行动，所以秘密访问中国，同中国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啊两艘飞艇。亚埃飞艇呢，属于1971年的二月啊，尼克森总统访问中国大陆啊，做一只俘虏，同时呢达成很重要一只协议。也协议就包括也1971年啊，1971年二月呢，上海公报的基本的内容啊，同时呢这个中国鸦片呢，没同意美国在中苏的边境啊，那设置也电子的岗亭呢这个电子站，同时呢雷达站啊，所以亚的事情呢，代表讲啊，美国呢给准备要来弄啊，也中国来牵制苏联的力量，因为呢，当时美国同苏联在欧洲地区对抗的情势啊，越来越紧张，所以呢，希望中国出力了来牵制一下苏联的力量，让欧洲地区啊减少来自啊苏联一只压力啊。所以呢，同时呢，加上美国呢，伊咪希望讲啊，透过一下机会啊，来打开也封闭的中国的大门，同时呢，来促进中国发展经济啊，培养也中产阶级，来让中国做的发展民主政治，慢慢来改变中国态度一党专政的一个体制。所以啊，当时呢，啊，尼克森同基辛格同美国国务院也基本的战略构想，也在过程里边呢，当然就牺牲了印尼中华民国啊。所以呢，啊，双方见面之后呢，1971年深夜，印尼中华民国就退出联合国，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代表啊这个啊中国的实质啊。更重要一点说，慢慢铺路呢，1979年，那美国就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印尼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啊，古嘅高层地位呢，啊，李哈啊，当时呢，啊，佢阿尼克森同啊基辛格啊，佢阿都冇想到50年以后呢，那中国会变成美国头后嘅一个威胁同战略竞争对手。所以呢，亚洲发展啊，亚历史嘅发展，实在系千微妙嘅。罗先生给你带来的平时已经回顾的是白酒风味同芯片间前面是人物的关系，而且可以下大家继续过来关心人物同法国之间的正常新结局。